接下来请收看《蔬食好主意》。蔬食好主意，美味有创意，歌菩萨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意。我们啊，许多美味的传统料理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，或许大部分的料理都有听过，也都会自己做，但往往这些料理的食材中啊，都使用许多的肉类。其实只要有心啊，借由我们熟悉的素菜，不管怎么样的蔬菜都可以做得出来，而且还可以依照个人的口味做调整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学习做这些呢？啊，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下面精彩的节目。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的另一道美食是宫保杏鲍菇，所以有一点点重口味，因为台湾人有时候吃饭需要有一点点重口味的。好，我们来介绍看看哪些食材呢？看这里，来，宫保一定是少不了干辣椒，这是干辣椒，没有很辣，但是它有那个味道，然后白果，啊，有人是用花生，我们用腰果都可以，然后黄椒，然后最主要的是杏鲍菇，好，这个杏鲍菇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那再看看这边调味料有哪些呢？糖，然后是地瓜粉，然后酱油，然后这个是橄榄油，一点点鲜菇粉，这样加起来这一道会非常的美味。张师兄好。师姐好，哎，是很开心，是你说，我觉得很开心来做菜啊，当然开心，我觉得尤其是跟你在一起，我非常的开心。其实都是缘分，我觉得人与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姻缘哈。你在南，我在北，还是可以凑在一起做菜。然后我们大家都每天都心存善念，对，好的姻缘就会出现。对，而且能够把好的素食让大家每个人都会做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哎。传过来可以到国外，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太好。人家说台湾是素食王国，是啊，哦，我感觉是这样。我之前去那个美国，还有中国大陆，帮人家规划开素食餐厅，发现台湾真的是素食很厉害。真的，所以大家都成功被安暖啦。好啦，我们赶快，我们的素食快要生出来了哈，赶紧，好，用力，用力，对，而且谢谢先，哎，谢谢你帮忙捏起来。动手一下，无啦，你搞我切来，我袂用捏。我跟你讲，捏，那是我做啊，还是执着啊，不要那么小块，大块一点啦。哎呦，因为那安尼较大块哈，这做下去会比较那个哈，会比较会揪起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两个在做好会不一样，因为经验值不一样，这个没关系。你开始跟我阿公爱煮酱，阿妈爱煮店，好啦。两个相拍弄化掉，不会，这个代表其实要融入不同的声音，真的这样才会圆满。嗨，啊，为什么要用力啊？你讲，它比较容易入味，而且啊，它那个口感会改变。对，真的会改变。真的，你若是讲要腌制或者要做什么，真的用力啊，真的有很好的一个做，所以就是讲按力的话，它容易吸收到好，那个味道。啊，那这个做的这个杏鲍菇哈，我们尽量给它做啊，里面都原味。外面有味道，让你吃着那个外面的味道，啊，里面又是那种盐味，哦，比较好。好，这个处理上会还蛮好玩的。对。其实杏鲍菇的含水量很高，我知。你看俺打的，哦，含水量很高。然后，所以我们大概加一点点，要去稍微跟它拉油，我们加点。你拉油拉过要沾粉，可能会不会？不会，我拉地瓜粉。我是安尼想，我想说，但有的人是会加一点点水啦，加一点点，嘿，把它那个湿一点点，沾那个一滴滴就好了，比较好。那这种干沾的也可以，干沾较袂掉粉啦。嘿，那它是粉的话，就是有尽量不要太多粉，对，所以都会使啦。我个无有定法啦，就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在家里做菜
不同的意见，就要接受不同的意见。对，这就是真言从上破我执。对，你们讲你拢对，我拢唔对，我拢对，拢你拢唔对，你先冇什么对错。对对对，最适合的就好。那其实哈，我在学习啊，像那些那学习说啊，你安怎做，我给你看，啊，看我平常安怎做哈，啊，你在做，我就尊重你，安尼，我也在学到不一样的东西，好。我觉得说人就是这样学习不同的东西，不一定哈，一定要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对的，倒也不一定。对对对对，啊，拌一个啊地瓜粉，稍微炸一下，哇，那个是非常好吃的哈。对对，因为阿姐啊外做宫保，而且宫保不会很辣，因为这干辣椒哈，一些微的苦的那个气，好那味道，而且不会很辣。厨卫爱加辣椒的哈，这种大辣椒大概都不太辣。对，你要加那朝天椒，哇，那不得了了，那还不得了。它会再一点点在上面，对对，其实效果会出来。好，对，好吧。好，有没有准备？嗨，好，要不要倒过来这边炸比较快？不用，那边，这边带带药草，对。嗨，到这边炸，不然到那边的话，可能比较看不到，放在中间。这边可以看到哈。哎，好，可以，可以哈，好。看好，试试油温，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嗨。那你说，哎，很多好朋友问，他不是以为我热，他也晒。你还一点麦都可以，看人家对对对，还有瀑布啊，对对。哎，就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这就可以。那我们瀑布啊，大概就是油温不够，但是也不要太高温。嗯，太高对人体也不是。对，我们再弄中温哈。可以可以，换下去会冒泡就好了。对，那维持大概我们大概会适应大概170左右的温度。嗯，大概。好，不要超过180。有人也没办法去量嘛，你就告诉人家说旁边冒泡。大概这样嘛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说你跟人家讲油温几度，哇，人做物件的过来给这个来量温度，这样子来做哈，就是给他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大概弄点水下去，如果再拿一个食物给他看有没有冒泡就好了啦，拿一个食物去试一下就好了啦，哈，食物或是竹筷子，对，最好是不要用塑胶筷子啦，不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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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不好的事情哈。OK， 非常棒，大概好这样就可以了哈。好，等的差不多，来这些给我，等一下捞。好，那其实我们不用再捞在这边，就在这边起油锅哈，就直接捞过来就好了，这样更快哈，而且又不会炸的时候就这种大概这样的温度，那烟你看那个烟不用太多，代表那油温还可以，当你发现那里。几斤不一样，那代表油温太高。哦，那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个对食物那个健康也好，都非常的不好。小弟你难看啊，哦，那种垮，那种冒烟就不对了哈。一点点还可以的，就是比较大烟，就是一点点还可以。对对对。然后那温度大概维持这样的，大概170上下。这边就可以。好，来切这个。那我就是配料。配料对，配的颜色。颜色。而且也是哈，食材的一种。对。用很多的哈，一半一半就可以了。对。哎，好，那站起来。稍微，先一个那个借我一下。好，来。这个不要。好，这样 OK， 来，可以弄来。一半的啊，别这样子。好好好，一半的，好一半就好了。一半就够了，够了。这是配饰。对，好。要切什么？长菱形。好，长菱形。因为那个长长的嘛。好，对，切都可以的，你爱怎么切就好了。大一点，大一点。好，跟那个配差不多。其实它是很厉害，但我这个实在是啊。当妈妈习惯就是这样，喜欢有的我们会在餐厅会抄一改，这类型的我记得了哈，不然你妈是可以的。哎啦哎啦，我在我们啊一般吃素的来讲，跟我说尽量不要浪费食物啊，那是餐厅，我那煮过一半拢是量少，这样不好啊。这样 OK， 好放旁边。对对，是一样哈。那旁边再看一下哈，要炸到金黄色就可以的。好。这就差不多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对，做菜还是不同的颜色的搭配。对对对，啊，这样做起来看起来，哇，那整盘觉得好美味可口啊！这个红，其实红椒很多台湾人没想爱吃，囡仔嘛没想爱吃。啊，你假如说尽量能把它入菜的话，哈，比较没有感觉说啊，我弄个夹。你有一个清气啊，不过炒过之后哈，就比较不会了，好 ，OK， 好，这样好了，好，旁边应该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看，可以。
我炒完这边就可以起锅了。有。好，有。OK。差不多，大到大概颜色哈，大概这个有点金黄色，有一点金黄色，也不能炸得太哈，太老。对，OK， 这样差不多刚刚好，这边赶快可以起油锅了。好，那我加一点点油，一点点油，这个好的，好橄榄油一点点就好了。好嘞，我要把辣椒稍微炒一下。对，我靠，没找黑的地方，好像多了一些，会不会？不用太多，但喜欢吃辣没有关系。这个是，其实这个做那个味道没有很辣，这个没有很辣。其实也还好的哈，还好，好，然后再来，把这个白果先放下去，白果要这样，好，可以，好，白果跟这个都给它下去没关系啊。好，我们先，今天我们那个油锅，阿丽也不要用花生，哎，对对。那我想要个比花生好，那我们刚好现成有腰果，我们就放腰果。腰果喜欢吃就放多放一点，对对对对，好。OK， 好的，这边也好了，我们就把它捞过来，捞过来。过来非常的好做，其实你可以，比如说杏鲍菇可以切再大块一点，快一点点都没有关系，再捏做两半也可以，就是大块一点点哈，这样就 OK 了哈。哇，这个香气都跑出来了，非常香，非常的香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就可以下去。这样 OK 了哈，先放在那边。好。好，这样，哎呦，这个扣分了，扣分了。这个好处的话，这样就回去明天再来了。明天再来了，别塞了，这个稍微焦的把它稍微往上不差点哈。没关系的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接下来，我要调一点点的味道，一点点的味道哈，这时候就非常的重要。要不要把这几一点点放下去？调一些起来，椒、辣椒，辣椒好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因为宫保嘛，就是辣椒，辣椒要多，味道才会够。好 ，OK， 调味。好，这个很特别哈，我会先加一点点的酱油，因为我们没有加其他的盐哈，我们用一点酱油，然后一点点糖，好。糖也不要太多，冰糖不要太多哈，这样加一点点。注意一下哈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加水，所以要小火，它只要这样炒一点香气会出来，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在加一点点我们的高汤，加水也可以啦，你没有高汤不用专程去用高汤啊，不是说这一道菜一定要用高汤才可以。好，好，那这个先放在隔壁这个，先过油一下。这很香，好，放个收汁，可以放隔壁，我直接下去炒，啊，那它不筋，加，好，可以，这样好就一道，非常简单的，而且非常好，颜色也非常的棒，哈，非常的棒，哦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。色香味，那等于我们那个衬底哈，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绿色的，但有时候有人会加一点点，比如说那个青豆仁都没有关系都可以哈，或是那个豌豆，都可以配色一下，看你的色香味都是这样。然后炒的时候水不要太多，把它炒干之后，让它收汁，对，看就这么简单，好，加酱油，好，加一点冰糖，是哈，干辣椒。啊，就可以。那你要不要加鲜菇粉？随便你。其实冰糖有甜，不加那个调味料也可以。也可以。对对对。我们今天不加好。好 ，OK 了。哦，哇，看着超好吃。然后配衬底加一点绿色的颜色的话，感觉这道菜就非常的哈，这个色香味嘛哈，想要给点颜色要出来，好，然后这样看起来哇，一看就非常的丰盛。把它再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好，来再把它整理一下。好，先擦一下。好 ，OK 的，很棒。这样就是一道很香气的这个对宫保的杏鲍菇。宫保杏鲍已经完成。
在这里请大家做做看。宫保杏鲍菇，食材干辣椒、白果、腰果、红椒、黄椒、杏鲍菇，调味料糖、地瓜粉、酱油、橄榄油、香菇粉。做法一，将杏鲍菇切半，用手撕成小片，再捏紧密一点，撒上地瓜粉拌匀后下锅油炸，炸至表面金黄即可。二，将黄椒、红椒对切去籽，切成小条状备用。三，起油锅，放入干辣椒、白果、腰果和炸好的杏鲍菇一起拌炒，加一至二匙酱油，少许糖，高汤或水调味。四，最后再加入黄椒、红椒，拌炒至收汁即可完成。这一次呢，我要为各位介绍的一种是啊，每一个吃素的人都需要补的冬天的一个补气茶。好、哦、啊，补气茶你随时都可以把它弄一锅，或者放在保温杯里面，随时都可以喝的。好，来看这里食材有哪些呢？我们从这边开始好了，红枣啊，青菊，好、哦、啊，人参、熟地、枸杞、当归、桂枝。什么都不要加，做这一些把它煮在一起，煮好了变一个很棒的补气茶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所有我们所有好朋友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弄一个最简单的，而且是人人都必备的。对，有些身体、哎、平常就要保养，水很重要。他说在水里面变成茶、茶里面再加一点点的、很多的微量元素、营养分，当茶喝，哎，身体就会健康。对哦，哎，是我这种知影这方面哈、我大概拢下一锅，一锅，那个罐，那个锅子装起来放在冰箱，想所以今天，哎，对，不是介绍菜，是介绍茶。对啊，对啊。不过这个茶、很重要了，其实茶很重要嘞。对，真的，因为它这是补气，尤其很多师傅啦，或者不要说是就是我们吃素的人哈、或是没有吃素的人，真的是很棒的东西。我一个疫情哦，我暗时困在那哦，啊，感觉脚这边很冷。哦，很灵性。哎，啊，他讲啊，你就煮一些补气茶喝一喝就好、啊。所以呢，我就煮了这个以后，你就煮好热热的哈，煮卡固的，弄来米弄来串，然后呢，真的什么都不要加，是因为它红枣本身就有甜味嘛，枸杞嘛有甜味嘛，啊，佮无收甜，有一点点的甜味。啊，你特讲哦，要出门，啊，你把它哈保温瓶摕来，啊，炸一锅。啊，秋天的时阵，我感觉哦，真的是整天就是以这个当茶来喝，是、非常的好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安色，安色啊，那叫安色，不是安色啊，安色，我是讲来跟安色有关的啦。所以说鸡同鸭讲的，刚刚我们是也提到那个甜的概念嘛，就是其实这种天然的甜是最好。对，听说了，应该这个是医学有证明哦。其实癌症的细胞哈、什么是它最原始？糖。哦。哎，所以少糖。少糖。是啊，你这些天然的东西产生出来的东西，是没关系，绝对没有问题哈、然后自然的糖，弄个掺了给，看甜味，怎样嘛哈？哦，我记得今天哈。赞的啦，是啦，啊这我想，啊这稍微留一下，可以看一下鼻安那啦，这个对啊对啊，啊你若安尼煮来讲吼，
我大概我在家里煮来讲哈、就这样把这些东西放进去煮哈，煮40分钟、半个小时是就可以的啦。啊，真正的煮起来就是也很棒的茶。那这个是桂枝，桂枝哈，桂枝它本身有一个很淡淡的香味，也不能放太多，它会几片就好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啊，这青枝，青枝，青枝，对，是一个，啊，这冬瓜，冬瓜，冬瓜一片就好。好，假如你量多都要在，因为当归的东西不可以放太多，一片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的好的人参片，哦，你家好啊，你再把这拎搭配我摘。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啊，都吃对家父母亲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让父母亲补气啦，所以这个补充意义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它这个是熟地食的，这对这个肾。补肾非常好的肾气，哦，啊，那，对，啊，差不多，人生多一点好了，啊，弄下来再给几十，给，因为咱，水也伤少的，来紧，慢慢来炖，大概了，煮半个小时哈，啊，那个看起来寡，让它焖一下下，会不会水太少？没关系，可以的，示范一下哈，啊，当然那量的比例哈，比如说你要吃看浓郁的，或者是想要变成一个平常很养生的，你是煮浓一点，药材多一点的。那平常当茶喝的啊，你就适量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其实啊哈，这不管哈，我觉得我还记得我儿子读国中的时候，有个家长说，我特刚我遐就过来，我说啊，你是遐什么东西哦？恁囝食？伊讲我拢遐哈熬夜，小孩子熬夜读书哈。他说我这个人。平常当茶喝，既然你看哦，那除了茶喝之外，如果你再加一点点好的盐巴，再加一点点这个菇粉，它就变成汤了嘞，也可以啦。你也寿喜喜在喜，千变万化。那其实你看，安炳熙好像比较喝喜欢茶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桂圆红枣茶，对，还是熊炳啊，安这你讲那个桂圆啊，这也可以。还有加一加一的枸杞，然后加一点木耳，也可以，对，它就是非常，因为木耳就很有胶质，对对对，它的那个胶原蛋白就很多，嗯，因为木耳，我们讲到那个木耳，当然今天没有用一次茶喝，所以说，你加的木耳，其实当甜点吃也不错，非常棒，那你要加点薏仁，薏仁很好，对，那木耳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，蜂蜜哈，人家研究。其实不输也整个的对人体的这种胶原蛋白不输燕窝，那当然了，当然是。那个听说也可以算是哈素食的燕窝，是啊，所以跟白木耳、黑木耳都很棒，都不错。你做的健康的，你全家就会健康。对，我刚刚你讲黑木耳哈，我感觉这个物件实在是太好了。有啊，最近拢很流行那个啊，打那个黑木耳。自己打嘛，因为你买一罐这细罐50块几块，你看黑木耳买来洗干净，啊，把它煮熟了，煮熟了就好了，把它煮熟了就把它打一打，就黑木耳汁，你可以还可以加一点点那个枸杞，枸杞，哎，落去泡泡变黑木耳汁，啊，你若讲啊，干嘛呢？无好食，你加一点点嘛，那个冰糖，是啊是啊所以，这茶演变很多，我今天工作这样嘞。啊，就有在做嘛，啊是爱时间啊，我们就分享一下。也是分享啊，而且就是好做，是好做。我听人讲啊，咱食素啦，讲要讲价就困难的吼，人也无法度去，一工无做就好啊嘞。啊，你就讲啊，这个单落去，哇，你每天都有这个补气茶可以。不过这茶对我来讲就觉得哈，没有动手也怪怪的。不会不会，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。分享给大家知道，就平时在做菜就好，动手啊，然后弄好料理。不过这个我觉得都是分享，好像这些好的这种概念的，平常保养啊，包括身体会有状况，其实都是平常没有注意。都无咧，唔知边个食，就这样的，唔知不想要怎么吃素。而且这么简单的话，他说哦，我以前碰到一些事情，说哈。原来你教的都是真的是符合你的复杂简单化，是啊，有那复杂简单化啊，大家就哦，个单了，我拢无代志啊，真的熬回，哎，譬如熬放在电锅也可以啊，哈，电锅也可以这样熬完熬一熬，哇，一家大小，而且又有一点让枸杞跟那个红枣产生出来的那个甜味，好，都不要加任何的东西，
大家吃了哦，感觉很好，伊讲啊，这上好做啦，这拢唔免迄落啦。伊讲你要告知大家啦，你要趁这个机会告知大家，可以做这种补气茶。对，冬天喝热 的，夏天喝凉的。对，哦，你拿冬天该做做，看看冷藏冰冰的哈，听什么做好的没？哎，这样差不多了啦，差不多了，时间比较不够，所以我们做到这个动作就好了。滚个大概至少要。你有来一个四五十分是最好，慢慢炖，小火炖，对，让它通通跑出来那个味道，有颜色很漂亮的哈，一定好喝，好，那就 OK 了，来，我们就把它盛起来，那不用盛起来，我们就把它漏下去就好了，这个来弄，那个其他这样吃，就把那个红枣也把它挑下去就可以了，红枣还可以吃嘛哈，这样来讲哈，就很棒哦。这个是茶，但是呢，我们把红枣也放下去，好吧？没问题。两个有点少，没关系，我们把红枣挑下去。哦，这样子，哇，这个茶的香气完全跑出来，哇，这很浓哦，很浓很浓，嗯，很不错哦。哦，啊，这因为红枣我们爱惜食物嘛，哈、哦，那慢一点，啊，那个坑杯子里面也可以吃啊，啊，其他这些渣我们就不要。嗯哼。好，阿丽老公，现在真的这样做起来可以做高汤，我们太赞了。哦，这个来，这个做高汤太有营养了。这个没关系，把它挑下去了，不要浪费了。加一点点，嗨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嗯，加一点点你要的食材下去啊，不管是山药啦，哎，什么都可以啦，你想瓜啦啊，那个其实味道更不一样。啊，牛蒡啦，哇，还有那个炖就是另外一道，嗯，很棒的食物。枸杞啦，要来嘛，要紧。系啦，下回啊，枸杞我 ，OK， 好，这个我们的啊养生补气茶已经完成，就这样。补气茶，食材：红枣、黄芪、人参、熟地、枸杞、当归、桂枝。做法：一、把水倒入锅中，将红枣稍微切开，与枸杞一起放入锅中，桂枝、黄芪则少量，当归放一片即可，再放几块熟地即可。二、盖锅焖煮约30分钟。熬煮后使用滤网将茶滤出即完成。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，要供焰供。南无大势精进真实定如来。南无大势精进真实定如来。南无大势精进真实定如来。念诵一遍。等同于念诵所有经藏之功德。